现在有隧道了，日尔狼山隧道啊，我们进隧道了啊，这是诺尔盖。进入日尔狼山隧道。啊，限速40公里啊。走这个 S， 这叫嫩蛙乡，走的阿坝县。阿坝县。嫩蛙乡。进入日尔狼山县道，然后立即右转。我们现在奔驰在大草原上啊，看看这个草原啊，路也好啊，虽然是 X 啊省道啊县道，这是县道啊，虽然是县道，这个路面相当的漂亮，看看朋友们啊，想来这儿的啊，不要挑国道跑，国道不一定好走，大车多，都是大半挂，你跑去吧。哎，这个小路面你看多漂亮，嗯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奔驰在诺尔盖大草原啊，向宏远方向走啊，啊，这就是草原路，陪你一起看草原，草原花正艳，陪你一起看草原，走的是草原天路啊，看看我们两台车，谭哥，我们呢到这草原，大草原诺尔盖大草原啊，当年红军就从这儿过去的啊，草蘑，哎呀，看朋友们，简直是蘑菇，这草地上都是蘑菇，那不是，看往这边走，那边，来给草地蘑。这小花太美了，花啊，花海哦，红军走草地就走这儿，前面那都是沼泽地啊，你看这亮的水，还有呢沼泽地，那红军从那儿过去的啊，那里头说还有白骨呢留下的哦。现在下一站我们就要到唐克了啊，那跟着老张头的镜头看一看唐克啊，注意，这就是大草原，停车休息啊，看看看看啊，我们今天到了黄河九曲第一湾啊，你看看啊，黄河之水啊，经流四川境内啊，到诺尔盖唐克乡啊，这个他是顺四川的边上转了一圈又跑了，这些都是来看黄河第一湾的啊，只能来这儿，发源地黄河发源地就来青海的玉树啊，蓝天白云啊，旁边就是黄河啊，到这边黄河还没黄呢啊，来青海这儿了啊，还是到甘肃转了一圈又回青海啊，从青海转了400多公里，看看这就是天下黄河九曲第一弯啊，看一看在这儿，手前面那属于甘肃省啊，河这边就是河这边左面啊就是四川省啊，所以四川这个转了一个擦了个边又跑回去了，又跑回甘肃了啊，看一看这个就是黄河九曲第一弯啊，在这块呢啊，没有航拍飞机，要有航拍的就特漂亮了，这大弯儿，现在这里头危险了，塌房了走啊，来的人都注意了，可别进这里头来，看看危险吗，不能到跟前了啊，赶紧回来啊，看危险的，哎呀，你们是徒步的，从哪儿徒来，西藏，哎呦，上哪儿去啊，徒步西藏，哦，徒步西藏，嗯，那吃的喝的住咋办，哎呀，厉害呀！走西藏从这儿走对吗？嗯，对。哎呦，走西藏的。
厉害呀，这家伙厉害厉害厉害！哎呦，朋友们，这就是黄河九曲第一湾啊，到这儿了啊，到这儿了，看一看，就可以从这进去了。从第一湾出来了啊，我们看完了啊，第一湾啊，我们在这儿了啊，在这儿一停，看看，给我们留个场地，我们在这块吃饭、做饭。嗯，看今天做什么？啊，哎呦，弄得挺奢侈的。割了吗？割了。大哥都做好了，吃饭了。你看看人家快，哎呀，快了，好了。这就是唐克镇啊，唐克镇，啊，这是唐克镇赵民家，你看没有？啊、哦，赵民家，啊、哦，看那一堆牛粪，那就是冬天烧的柴火啊，冬天烧的。这一条街道啊、哦，就这一条街道，嗯，好了。